这一款是 LCD 显示智能充电器，它是一款桌面式的智能充电器。这一款充电器连接了设备之后，它会很快的去识别这个设备的类型，匹配最佳的电流去给它进行合理的分配。它本身是支持多端口，同时给多部设备进行供电的，满足电流输出的要求。像手机、平板，还有一些这类的产品，都可以同时给它们进行供电。每一个充电器都有一个智能芯片，也因为这个芯片它也有多重保护，它像是短路保护跟过热保护，它会时刻去监管充电状态，来降低我们充电器的损耗。今天我介绍的产品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